男の子、生き物、生物、食べ物、植物、植物、あーで1日2日、3日、4日楽しい、1日あーで1日2日、3日、4日嗨，我们今天要聊聊播音字。我发现了有一个非常麻烦的字，这个是宣。哦，咱们，你知道有这个念法吗？四个，不不，有一百个以上。我也不会相信的，但听说真的有一百个以上的，但有很多平常不常用的，但是呢平常用的也是有八种的。三木，你先说你知道的破音字。生きる。生まれる。はい。先生の生。啊，只有三个。不是三木，不是。我给他介绍一下，生きる、産む、生える、生活、一生、生ビール、キート、生い立ち。你觉得有特别的吗？这个话我也会了。对。那我一百个以上是什么？一百个以上的是因为呢，先常常出来的地。啊。生田さん。啊。ハリュウさん。ハリュウユズルだ。ハリュウさん。他是韩牛上的，对，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字嘛。对，还有哈布桑也是。哈布桑。还有艾米克。啊。芝生。芝生也有。芝生也是先吧。对吧？还有阿索、亚优伊、艾欧伊，还有红酒诺瓦卡嘞。现在我介绍的应该你都知道的念法。毕竟有。四个以上的，是哦。对啊，还有地名的话，绝对要记得这个念法。先太麻烦，因为日本人也是第一次看的地方的话，很多人不会念。对 ，I O E 这个很特别。这先应该要记得的，先记还是要为七个左右吧。因为生きる、生まれる、生活、生ビール，这样应该很常用的。当然我也要看手机的。不会全部都记得。当然会念，会讲。那要那个一边想一边说的话，不难记好。对，所以台湾的朋友要努力哦， yeah. 加油。好。对。那你再学一次。如果这个全部都会念的话，真的非常厉害。不要给自己压力。对，好像游戏的。对。生きる、産む、生える、生活、一生、生ビール、キート、生い立ち。幾多、あいにく、芝生、あいおい、阿蘇、弥生、根性。生まれの弥生さんと麻生さんが羽生先生と生涯芝生で生ビールを飲む生活。愛生生まれの弥生さんと麻生さんが羽生先生と生涯芝生で生ビールを飲む生活。よー、これが今時期の別れとなった。根性の別れ。这是我根性的意思，还不太懂。根性的別れ，今生きてる世界での別れ。哦，很可怜的故事。对呀。应该有更多很麻烦的破音字，一起努力吧。以后我们找到很多很麻烦的破音字的话，可以再分享一下。对呀，慢慢来。对，我们一起努力。对，
他们一年也要记得立了个破音字。嗯，我会放弃。最后再说一次，例子的一后二后。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。ついたち。嗨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多多按赞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别忘记按小铃铛。还有我们有连续的粉丝团 ，Instagram 也有，请多多支持哦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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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では、またね。再见。